就有点死溜了。哎，我现在逃到窗上边，我不追着剧了吗？给你看这面膜，怎么这面膜真的可好用了、啊。不是四月乙吗？不是到四月乙了吗？我想着是，我月底之前给你们出一期，就是随身带的好物，比较好用的，方便携带的这种好物。我有点等不及了，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敷这个面膜，然后我必须得专门出个视频夸夸。就是我除非碰到那种特别好用的，我才会专门出视频去说说它。啊，这个面膜真的是，你们听我讲讲哈。这个面膜，我想跟你们说它是啥作用。它是一个提亮去黄的一个效果，它就是一个提亮面膜。哎，然后来说说这个面膜，我个人使用的那个感觉哈，它确实是有提亮效果，但是像他们说的就是用了之后那个亮好几个度，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了，但是确实它是有点东西的。老铁们，就经常熬夜熬夜熬得非常厉害的，用这种效果就很明显，前提是你的皮肤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用，然后效果比较明显。我是每一次用它，用完之后洗完脸那个效果，包括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效果，我都会感觉哇，就是又被惊艳到，我才会选择单独出一个视频去说它。我是做个功课的哈，因为毕竟这么多人看，然后我做一点点功课的话，我自己说出来也是比较有底气的。因为比我懂得多的姐妹太多了。它这个里边是讲的那个传明酸跟维生素 E 衍生物，你可以简称它为是一个行走的小灯泡。就是不太了解的姐妹们，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哈。就是它这个东西加在一块儿，针对于这种皮肤暗沉，然后均匀肤色、提亮这种效果比较好，算是比较牛的那一类了。它的质地是那种酸奶质地，啊，一颗都涂一整颗脸，就是那种厚敷。啊，不想再打开一个了，啊，不咋舍得。然后给你们这样近距离看一下吧。就是这样，酸奶质地，然后这，看到没？这样再摸硬一点。我一点也不抠哈，我就是觉得有点浪费，再打开一个。这学生哈，就是开学前熬夜熬的比较厉害，想做个急救，你就可以用它，一天一颗，然后一整颗给它厚敷到脸上，就是能补救回来，你那个脸色就回来了，甚至比你之前熬夜之前还会亮一点。俺去洗脸去嘞，俺敷了得有20多分钟了。俺现在已经洗完脸回来了，看一下我皮肤状态哈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使用的感受就是，我用完之后，感觉脸上回来了那么一点点的胶原蛋白，可能是因为它一提亮，然后起色好了。一到这种换季的时候，我脸上都泛红，因为我本身红血丝比较严重，然后还有痘印，还好过敏。换季的时候再一干，就是这个脸特别难受，然后我都会用它过渡一下。经常熬夜的话，皮肤状态不好的话，我都会用。如果说我的皮肤状态真的是很严重，就是出现了问题，我可以试试他家的那个修复乳。这两个都是你们可以去放心的去入它，它毕竟是嘛。俺刚才俺往这儿一看，俺录了27分钟了。俺当当当说了一堆废话，俺回去还得剪辑一下，俺把那没用的废话都给它剪掉。俺就这一句了。